先生叫你聚到一起给你过生日，然后这是你在国外应该过第一个生日，第一个本命年生，然后我们确实都很想你，然后而且你可能在那儿就几年可能是离不开澳大利亚的，我们知道，所以很多年可能见不到你。我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是在2002年北京到广州的火车上面，真的很巧，我们住一号铺，你住二号铺，然后到现在是六年，然后我希望我们都是能够彼此是经过时间能够陶得的好朋友，然后我们希望无论在哪儿吧，我们都会支持对方，鼓励对方，然后而且在国外的话一定要记得给北京人争气，给中大人争气。哎，袁泉，那个生日快乐啊！这个本来挺好的，然后搞得跟那个真栽似的，有点流泪了。其实不是我们的本意，然后这事儿就是傅杰发起来的啊。傅杰非常有心的，我们老大，有困难找傅杰啊。这没怎么和你说过话，但是你的相貌让麻辣肉棒，麻辣肉棒，滚！现牛文艺范儿。你的容貌让我印象很深刻，然后又是体育部的，然后身材很棒，然后以后身材会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健壮。请我们到钱柜唱歌，好，生日快乐。啊，生日快乐。谢谢，生日快乐。那个，来北京之后，然后你对我蛮照顾的，对，说谢谢。然后我代表另外一个同学说，希望永远是朋友。还有谁说？澳大利亚开个农场啊，大家都去那放羊放油什么的。哎呀，本来想参加我的婚礼呢，看来呀你没这个缘分了，那等你回来吧，可以参加我奥斯满月。在中大，然后他去剪辑这个视频，然后明天大概明天就可以，应该就可以看到了。今天晚上他会的，然后他应该自己会录一段视频。生日快乐，24岁生日。